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慈爱的主，但愿人因你的慈爱和你向人所行的奇事都来称赞你。愿今天上午众生万有万族万民都一同来向你拜服，高举尊荣你圣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我们仍然站立，打开普天颂赞第47首大哉圣名，让我们一同用诗歌来敬拜主。弟兄姐妹请坐。请我们打开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旧约的圣经以赛亚书第九章1-7节，在旧约圣经第876页。
找到之后，请听我来攻读，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领受这段经文。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到七节，他们被赶逐到恐怖的黑暗中，他们再也找不到逃脱患难的出路。西布伦和拿弗他利两支族所居住的地方曾被藐视，但是在将来这地区，就是从地中海向东伸展到约旦河东岸，包括异族居住的加利利，都要获得光荣。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以往住在死荫之地的人，现在有光照耀他们。上主啊，你赐给他们极大的喜乐，你增加了他们的欢愉。他们的喜乐正像人在收割农作物，正像人在分享战利品，因为你已经粉碎了他们的枷锁，扭断了抽打他们的鞭子，折断了压迫者的棍子，正像你从前粉碎米甸的军队一样。侵略者的靴子、沾满血迹的战衣，都要被火烧掉。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将赐给我们，他要来统治我们，他将被称为奇妙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亲、和平的君王。他的王权将继续增长，他的王国永享和平。他要继承大卫的王位，他以公平正义为统治的基础，从现在直到永远。上主，万军的统帅决意要成就这一切。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默想这段经文。感谢你，这两千多年前弥赛亚降生的预言，如今已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弥赛亚的来临就是光的来临，可以除去所有的黑暗。主，你就是光，在你毫无黑暗，你是那真光，照料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叫凡相信你、跟从你的人，就不住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我们欢迎你光临。愿主透过今天的经文光照我们，叫所有在幽暗中的人能找到出路，内心不再痛苦，枷锁重轭皆得以脱落。求主叫我们看重你的话与应许，就不再羞愧。被藐视的人要因你得欢心，要因你有光荣。主，在进入这十二月份圣诞佳节里，愿主透过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你的大爱。当年你如何透过约瑟、玛利亚、婴孩耶稣以及宣告救主降生的天使们，将这救恩表明出来。
求主让我们透过今天这段经文，对你所赐下的，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美好的礼物能有更深的认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期即将来到，让我们今天早晨用欢欣的心一同来到主的圣殿当中，一同来敬拜。我们也要以欢乐的心来欢迎，如果您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怀恩堂参加我们主日崇拜的我们的新朋友，我要邀请您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好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以及我们这边有两位，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四位，楼上是否有呢？好，感谢主，请坐，请坐。好，今天因为是主餐礼，所以我们问候会在会后。那下面的报告，我们李牧师会亲自来跟大家一起有一些的分享报告。弟兄姐妹平安。我要做一个特别的报告，也就是在第三个主日，十二月第三个主日，是我们怀恩堂庆祝圣诞的圣诞主日，20号那一天，那一天只有早上只有两堂崇拜，英文堂9点，中文堂11点。我们每一年复活节跟圣诞节，我们都会做一些调整。可是我们经常发现，都会有弟兄姐妹来早了或者来晚了，然后就问我们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们说：“有了。”我们都有三个礼拜以前我们已经通知，而且特别做了一个荧幕所以我要问一下，假如你已经知道那一天只有一堂崇拜，11点开始，可以请你举一下手吗？谢谢。其实因为我的母亲是一个戴耳机的人，她常常告诉我，你们透过麦克风讲的话我一点都听不到。所以假如弟兄姐妹你刚刚看到你旁边有人没有举手的，很可能他戴着耳机，就麻烦你告诉他一声，因为用嘴巴讲他会听得比较清楚，或者要不然那个人大概就在想中午在吃什么东西所以没有注意听。我再说一次，12月20那一天早上11点，而且请你们早一点来，要不然你可能要到乐民馆去听我们的转播。谢谢你们。请各位弟兄姐妹打开周报内页，刚才我们李牧师所报告的消息在这边有文字的记载，请弟兄姐妹可以留意。那我们也同样的在那一天，也就是12月20号，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奉献，为了圣诞的宣教，我们求主能够感动我们，也能够乐意在这样的一个奉献当中能够参与，让全世界能够透过我们的奉献能够来传扬福音，让世人能够了解他的爱。我们一同也再继续看周报的第7页跟第8页，有关于我们教会12月份圣诞的系列的活动，请弟兄姐妹可以在祷告生活当中一起来代祷守望，也邀请弟兄姐妹可以来邀请您还没有信主的那些亲朋好友可以来参与，当然也鼓励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参与其中。我们目前还有需要一些陪谈的同工，倘若弟兄姐妹你有这个感动和负担，请你们可以将这个资料填写完毕报名，那我们同工会联络你，预计在12月12号
上午十点跟下午两点分别有两次的陪谈员的训练以上的报告，其他的请弟兄姐妹各自参阅教会周报的内页各项。下面让我们继续用诗歌来敬拜，请打开第70首歌唱主生平。下面让我们一起用奉献来敬拜主。新朋友，你可以直接将你的留名卡投入奉献袋中。
谢谢。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将最大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独生爱子救主耶稣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使我们借着他得着永远的生命。当我们越发思想救主耶稣基督为爱降生为我们而来，我们的心就越发感恩。今天中午我们不仅要献上从你领受而来的恩典，将这些金钱奉献于你，也愿你的爱不断地来激励眺望我们，叫你的儿女们在这个圣诞季节里同有一个心愿，就是求主使用我们能透过教会各项的圣诞事工，将你的爱分享传扬，好让世人都能听闻你的救恩，得着永生的福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Thank you.
让我们大家一同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谢谢你不仅是我们的父亲，你更是我们的好牧人。在我们一生当中，不论我们在青草地，在溪水旁，或者甚至在死荫的幽谷，你都与我们同在，你赐给我们平安，而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这一个世界所不能夺去的。主，我们谢谢你，因着你差遣你的儿子来到这世界上，让我们得了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主，我们为这一切来感谢，来赞美。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牢牢地记住你的恩典，让我们不仅是磨磨蹭蹭地在跟随你，主，让我们积极地来跟随你，因为主，你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数算不尽的。慈悲的主，我们在这里，我们来敬拜你，也求你差遣你的灵来到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如何进入敬拜，也差遣你的灵来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因此更加明白你的心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很多的教会喜欢在圣诞节的时候读以赛亚书，因为以赛亚书是一卷非常的详细的，从这一个弥赛亚，也就是基督，也就是耶稣，从他的如何的降生，一直到他的受苦受难，甚至到了以后他得了荣耀，得了那永远的国度，以赛亚书都非常清楚的把它预言出来。所以我们很喜欢在这个时候来分享以赛亚书。而这卷书很有趣的，就是有一些神学家说以赛亚书好像是一卷浓缩的圣经，因为它一共有66章，而且很巧合的就是第一章到39章，以赛亚提到的是上帝公义的审判跟管教，可是从40章到66章，它里面写到的是神在管教之后的恩典。所以有人说第一章到39章很像我们的旧约，然后呢从40章到66章很像新约，因为在旧约当中神强调的是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管教，而到了耶稣的来到了以后带来了新的生命、新的恩典，很像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的这样的记载。不管这个东西是我们接不接受它，可是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记得圣经有66卷书，而且呢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我们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经文是一个转机，其实他真正的上帝宣告的刑罚是在第8章，特别是到第8章之后，他上帝他兴起一个叫做亚述帝国的这一个刑罚的工具，来管教那一些死不肯回头的百姓。可是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不错，有错的他必定管教。可是我们神的另外一个属性，就是他有不改变的特质，就是在他的管教之后他会安慰，在他的击打之后他会缠裹。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到了42章那一个恩典的书卷呢，他就讲到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所以我们看到第8章的结尾，上帝宣告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结局对于那一群悖逆的百姓。
可是第九章开始，我们就看到有一段非常美丽辉煌的预言，而且这段预言应该是以赛亚书的一个最高峰，因为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来自于王室的救主，他要建立一个公义光明完美的国度。让我们一起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第九章第一节里面，他说到的是他们被赶到黑暗当中，他们也找不到逃脱患难的出路。有一段有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在我们这一本圣经里面没有，可是在其他的版本和合本啊这个吕正宗本啊石膏本，甚至连英王钦定本 King James 里面都有一节，那一节就是那经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和合本的那个修订本里面这一节也仍然有。为什么这一节这么的重要？因为有了这一节，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这些受苦的人他们有光照耀他们，为什么这群受苦的人有一个新的君王来到以后，他们整个的生命会被改变。所以这一节非常的重要。那经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其实这里面他提到的两个地方，一个叫做希伯伦，一个叫做拿弗他利，这两个地方是最靠近以色列北方，最靠近亚述帝国的地方。而这两个地方也经常的遭受到亚述帝国的侵略跟蹂躏。在假如我们翻开中东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西元前738年有一个国王叫做 Tigranes 这样的一个国王，他用了很残暴的手段去摧残以色列的北境，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说到的那两个地方。旧约圣经对不起，我说以赛亚书第一章到39章，我们刚刚说的很像旧约圣经，它宣告的是神的公义圣洁跟审判还有管教。可是我们看到也不尽然，第一章到39章当中你会发现里面有安慰的信息，有恩典的信息，一如40章到66章那一个讲恩典的信息里面也有管教的信息在里面。我们常常讲第一章到39章那一个很严厉的管教，很像我们在台风的时候看到满天的黑云，可是偶然我们看到那个云破了一个洞，有阳光洒下来，非常的美丽。今天这一篇第九章，它其实就很像那一个在云细缝里面洒下来的那一道光。以赛亚告诉我们说，他说有光要照耀，这是一个安慰的信息，对于那些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人，这是一个极大的盼望。当我们继续的读下去的时候，你看到以赛亚他用了一个以色列人都知道的一个历史的事实来描述将来的恩典像什么。他说像你们把米甸人击败，把他们的车，把他们的马，把他们所有的军器烧毁的那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们也许不太了解，不太明白，可是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个讲到是在士师的时代，有一个叫做基典的人，
他带领300个人300壮士啊，去打败了米甸人的大军啊，这是一个奇迹。我想我们假如经常出国的人，你常常会在那些饭店里面，在你的床头柜旁边看到一本圣经，圣经下面的封面有一个小小的图案，一个小瓶子，那个就是基甸圣经公会 Gideon Society 所提供送给这些大饭店的圣经。为什么用一个小瓶子？那个是上帝告诉基甸如何的去打败米甸人的大军的一个经过。他曾经招募到上千上万的以色列人，可是上帝说，我不要这么多人来作战，免得你们赢了以后，你们认为是因为你们的兵强马壮所以赢得这场战争。上帝说，我只要300个人。于是基甸就带了那300勇士。那一天他们攻进米甸人的这个营区的时候，基甸首先带着号角吹号角，然后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接着他们就把手里拿的那一个瓶子，原来瓶子里面装有火，他们就把瓶子打碎了，于是把整个米甸人的这一个营区都给他烧光了。他们赢得了这一场极大的战争。那也许你要问，有一个光来到跟基甸打败米甸人的这个历史的事实有什么关联呢？其实有的，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米甸手里面那一个瓶子，打破掉的那一个瓶子，然后光露出来，所以光或者是火是基甸这一场战役中最有名的一个象征。因此以赛亚在说有光来到，而这个光就是一个伟大的君王。以赛亚做了一个这样的预言，他说这个君王是一个公平的君王，这个君王的治理是一个永恒的治理。他在这里说到啊，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特别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用的那一段经文，就是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然后说到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这在这个地方有神学家告诉我们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你注意到那一个生就是孩子生下来的过程。这个孩子其实他说的就是这一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被生下来的过程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是一个婴孩穿过他母亲的肚子来到世界的过程。所以呢，有一些神学家认为在这里以赛亚想要预言的就是耶稣那100%的人性。他是一个人，虽然他是弥赛亚，他是一个永恒的君王，可是呢，他必须要透过人间自然的方法来到了世界。所以在这里提到的是耶稣100%的人性。我有一些佛教的朋友告诉我说，当释迦牟尼生下来的时候，他就跳了好几步，大概7步还是5步，我忘掉了哈。然后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可是我们的耶稣没这个本领，他一生出来的时候连话都不会讲，也不会走路。一个全能的神，可是他要成为一个无助的婴孩，父母亲不喂他他就饿死，父母亲不教他说话他一辈子就是哑巴。他要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婴孩，这个讲到的是耶稣那100%的人性。那后面的一句说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个儿子是一个礼物，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他不是
你可以用人间的这种自然的方式的生产所应该去想的，它是一份礼物，神给人的礼物。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提到的是耶稣百分之百的神性。在第一世纪开始就有很多的异端说到耶稣是50%的神，50%的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从四福音书里面知道，耶稣100%的人，耶稣也是100%的神，这两种特质永远不会纠缠在一起。假如他的生命中有50%的神性，那我们觉得他一生所受的苦其实对他来讲是轻而易举的。也就是因为他100%的人，所以他用你用我的肉体我们的精神去承受十字架这一个最终的结局所带给他一生的痛苦。可是伟大的地方也就是这样，但是当他需要行使神迹的时候，他回到了神的位置，他是100%的神。我们记得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是在迦拿婚宴，他把水变成酒的这一个神迹。那个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来告诉他说，哎，没有酒了。其实我们知道耶稣不是那一天宴会里面的新郎，耶稣也不是那一家的什么最主要的客人。他的母亲去找他其实是告诉他，你应该想想办法吧。他的母亲一定知道这个孩子跟别的孩子是不太一样的。可是我们看到耶稣怎么回他，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看当耶稣要行使神迹回到神的身份的时候，玛利亚在他的眼前也只不过是一个芸芸众生当中需要神的福音需要神的恩典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常常可以从圣经从四福音书里面知道耶稣的神性跟人性是100%而且互相的不混杂的。好，那么在这里面也就是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赛亚他预言的这一个伟大的君王，这一个让以色列人可以从此以后可以扬眉吐气的这个君王，他说他的名字叫做奇妙测试。其实原文的话，奇妙是一个不是奇妙的测试，因为呢当时候对国王用5个称呼是一个最正常的称呼，所以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正好是这一个伟大的永远长存的一个君王的称号。而且他告诉我们说他的国权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这一个国王绝对不像有一些犹太人认为是西西家王哈，这个称谓西西家的国权没有直到永远，而且西西家也不是一个毫无差错的一个国王。今天我们晓得人间的国度会消失的，亚历山大 的这个希腊帝国在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分成4半，伟大的罗马帝国持续了1000多年，你看到后来变成东西罗马帝国，最后消失。近一点的我们看到那一个伟大的苏联，一个暑假之中他们就消失无影无踪。可是以赛亚说的这一个弥赛亚他所建立的这一个国权是永远的，而且呢他的时间也是永远的。甚至最后一句他说，上主万军的统帅决意要成就这一切，
我们和合本最常用的就是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一句话在以赛亚书里面被提到五次。为什么一句话要重复的讲五次，表示这句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作者讲了五次，就是告诉你上帝这么说，上帝一定会如此的实现它。果然我们看到上帝耶和华的热心真的成就了这个事情。2000多年前时候满足的时候，这个预言当中的婴孩，这个预言当中的这一个救主就来到了人间。今天我们为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里庆祝圣诞节。圣诞节其实是在提醒我们说他已经来了。我们刚刚所说到的那两个地方，就是先知预言说那两个地方会见到大光。假如我们去读马太福音4:15，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实。耶稣第一次开始布道，就是在刚刚说的那两个受人厌弃被人藐视的地方，就是西布伦还有拿弗他利，也就是加利利的海边。耶稣第一次在那里布道，喊着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从那一天开始，2000多年前，这一个神已经来到了世界，就是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常听到的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神与人同在。当耶稣宣告他的国度要降临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已经与人同在了。2000年前耶稣的到来开始与人同在，一直到今天神与每一个相信他的基督徒同在，一直到永远。到启示录21里面说到那新天新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神的帐幕在人间，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你看到耶稣的降生带来了这一个好的消息。我们刚刚说这个光，这两个曾经被黑暗笼罩的地方的人见到了大光，同样的这个世界也因着耶稣的到来看到了光。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9:7，耶稣医好了一个瞎子，把他的眼睛打开让他见到光了以后，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所以我们看到圣诞节的时候几乎这个主题都是光。好多的国家在12月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天，他们就把已经布置好的圣诞树找一个市长或者找一位总统或者他的首相去按一下电灯，让整个的灯打开的。圣诞节是一个光的季节，其实它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曾经像拿弗他利、像西伯伦那些地方的人一样，我们的生命也曾经经历过痛苦。可是呢，为什么我一直强调那一句话？我觉得第一节的那一句话没有翻译出来是很可惜的事情，因为那是上帝的应许，应许我们每一个经过痛苦的人，我们必不再见幽暗。这个光来了，这个光带给我们新的生命。我记得保罗曾经这样的反应过，在哥林多后书5:17，保罗怎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我不再是一个属于黑暗的人，我是一个因着耶稣的到来，我的生命被完全改变的人。我相信我们庆祝圣诞节，不是用那一种花天酒地像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的去庆祝它。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想我们应该要感念，是这个光照进了我的生命以后带给我这种改变。这个永远的光，这个让世人改变生命的光，可是我们发现这个光也曾经有过一刻消失暗淡的时刻。你知道那什么时候吗？就是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他的生命挂满了你的罪我的罪的时候，公义圣洁的神是必须要跟他断裂的。也就是在那一刻，他的痛苦，那一个永恒的光在那一刹那之间消失了。可是感谢上帝，很快的，当耶稣大声的呼叫说成了的时候，那个光又恢复了，而且永远不再消失，因为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你跟我的救赎，全人类的救赎，都在耶稣说成了的时候完成了。所以当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一个感恩的心来想，耶稣他受了多大的苦，才让我们今天得到这种平安跟永远的生命。就像我刚刚说的，一个全能的神，他必须变成一个无助的婴孩；一个圣洁的神，却必须挂满了人间的罪恶，然后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向我们诉说一个真理，也就是说，当他如此做的时候，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这一首诗240首，240首《奇妙大爱歌》。我们唱这首诗的时候，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守主餐，而且我们来收我们一个月一次的这个差传的奉献。下光明，救我灵。
我们遵照主的命令，我们来守主餐。环堂的主餐崇拜是一个开放式的主餐崇拜，也就是说，假如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只要受过水礼，不论是点水礼或者是浸礼，我们欢迎你跟我们一起领这个饼跟杯。但是假如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请你暂时不要领这个饼跟杯，等到有一天你接受耶稣，等到有一天你接受了水礼，我们欢迎你跟我们一起领这个饼跟杯，而且我们一直盼望这一天会很快的来到。刚刚以赛亚给我们的这一段信息，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在圣诞节，在全世界在那里啊闹翻天的时候，基督徒可以稍微冷静一点来想一想，这个光的来到究竟带给我的生命什么样子的影响。有没有想到过，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变？那些黑暗的角落是不是已经完全的被扫光了，或者我仍然还保留了一些呢？第一节他说，那些经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的心里面哪一天仍然还保留着痛苦的话，表示那一个黑暗也还局部的留在我们的心里面。作为一个已经被耶稣的生命更新的人，其实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把我们心里面所有的那一个黑暗的，那些见不得人的，那些痛苦的东西，把它完全的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已经把它拿走了，所以我们不应该继续的把它放在那里。好多时候我们知道那些黑暗是，或者那些痛苦是我们自己找的，好多时候那些痛苦是别人加给我们的，甚至好多时候是我们加给别人痛苦。可是我觉得看到这样的一句应许，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我们自己整个的心把它打开来？假如你的窗帘是拉上的，假如你的门是关上的，请问光怎么进来？耶稣从来不会一脚踹开你的门告诉你我要进来，除非你自己把你的心门打开。你还有什么东西假如是过不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纪念耶稣诞生的节日，就让我们今天借着这一个宝贵的应许，那些经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我们打开我们自己的心，打开我们的窗，告诉耶稣进来好不好？我毫无保留的，我愿意把我所有一切黑暗的角落都让你的光来照遍我，让我的心成为一个光明的心。让我们用这样的一种心来迎接圣诞，让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把我们自己的心做成一个空的房间，让这个小小的婴孩可以进来住在我们里面，好不好？我们安静一段时间，我们来想想看，我们生命中有什么痛苦甩不掉的，有什么黑暗甩不掉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该要把它拿走。求上帝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力，打开我们的心，让光照进来。
慈悲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我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开始我们圣诞节的庆祝。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不明白是哪一种这么大的爱，爱到一个地步你愿意把你的独生子把它牺牲了，为了换取我们这一些卑微的人的生命。主，你让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主，你让那不死的来代替我们这些该死的，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在这一刻求你真的让我们自己可以向你宣告说，主，我们的生命，我们不再允许任何的黑暗、任何的痛苦留在我们的心里。主，借着这一个我们纪念你独生子降生的日子，主，让我们做一次大清扫，把我们心中一切不合你心意的都把它扫开。主，让我们用我们的心成为一个美丽的干净的马槽，让那新生的婴孩可以来到我们当中。那一个以马内利的婴孩，主，我们知道他2000年已经来了，今天仍然在我们当中。主，我们也深信在我们一生的路程当中，我们有他的陪伴，我们为这一切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礼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珍惜这一份礼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他擘开了，递给他的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让我们一同领受这饼。饭后，耶稣又照样拿起杯来，递给他的门徒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美好的恩典，为我们设立主餐，让我们每次奉你的名在这里领受这饼这杯的时候，透过这饼这杯，我们与主有那美好的连结。主啊，你是光，让我们能够与你来同行，让我们能够离开黑暗，能够来亲近光明。但愿主你今天早晨透过再次李牧师所为我们分享的你美好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被你大光来照耀，让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黑暗的角落不再在那里停留躲藏。愿主你的宝血再次来涂抹遮盖我们心思意念言语行为所有一切的污秽，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光明儿女，特别在这圣诞季节里能够来与主一同来同工，分享你宝贵的救恩，让世人能够离开黑暗进入你光明的国度，同为你的儿女。我们将今天早晨这美好的恩典再次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让我们一起领受这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之后，带他的门徒唱了一首诗，然后往橄榄山去祷告。现在让我们大家一同起立，我们再一次唱240首奇妙大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保守、感动、交通、安慰、医治，常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安静默祷，闭会。